中寮乡盛产柳丁，而今年受到干旱影响，柳丁产量及销售价格不佳。对于这样的情况，县原料籽油本日定期会中也提出探讨，希望县府农业处能够规划办法补助农民。咱中寮这边吼，啊柳丁吼，咱已经冬尾啊吼，啊柳丁嘛渐渐特别收成啊吼，啊因为这个雨水的问题呢，这个柳丁拢欠收啦吼，吼量较少，啊搁皮衫嘛较歹。啊，我想讲针对这个问题吼，我要请教农业处长啦吼，有啥物好的方案来政策来辅助吼。此外，有鉴于今年县内农业遭受干旱及疫情影响，产量及销量都不如以往，为了保障农民权益，县议员萧志全也进行县府编列经费协助农民。年初一开始一直很干旱，到后来暴雨哈，一些农产损失哈，造成真的后来又疫情的关系啊，造成很多农民哦哀鸿遍野哦。我们县府既然财政比较宽裕哈，是不是有考量能够在我们财政这边哦，挪出一些相关配合中央来补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经费啊，来协助我们农民啊。如何有效协助获选为金牌农村的优秀社区，推广当地产业，带动农业及观光发展？县议员陈黎君也敬请县府要做出规划。这一次呢，这个金牌农村，那我们埔里呢就有朱子山社区，还有我们的桃米社区。那南丰它是属于优选，那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说，这些社区他们认真努力的去营造一个金牌农村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那我们的观光处、我们的农业处有什么样的奖励方式，或者有什么样的行销方式来帮忙推转这些金牌农村他们的观光，来促进当地居民他们的收益呢？南投以农力县，农业为县内经济命脉之一。本日县议员们也提出许多建言，希望透过与县府一同努力下，让县内农业发展持续提升，并保障农民的相关权益。记者卢宇凯，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。